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个呢是上个视频的后续，没想到放了一夜之后它不仅化了，而且还变臭了，可能是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多。那么这个视频呢，咱们就一起来霍霍它，能怎么霍霍咱就使劲霍霍，别管，别来沾边。当你们还在睡懒觉的时候，哎，好家伙，我今天上午的任务都完成了，给你们看看我今天上午的收获。锵锵锵锵，别来羡慕我好吗？我以为加了这个体育泡沫之后，这个加水它就会成型，没想到竟然还化了。我只能是一波未平又一波起，洗完之后又变成了一坨脆脆饼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耐心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加水洗一洗。洗完的效果我还是不满意，然后我又加了很多体育泡沫混合。这个视频还是挺费体育泡沫的，看了上个视频的评论我知道了，得了液体的话可以做很多很多泥，接下来我会做馒头泥，还可以做冰山泥等等 and so on。 混完之后就一坨比较好玩的肉肉泥，我个人觉得还蛮解压的。我寻思趁你们开学之前我就多更新更新，让你们一次性看个够。放了液之后它结了一层皮，这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垃圾的冰山泥吧，还行吧，可玩性并不大。我现在就要把你一起统统都